我选右边。超强结场选。莉莉跟莉莉啊，这是什么莉莉组合包哎？莉莉加上莉莉，两种秘密，那不两种莉莉一次满足，好爽哦！两种莉莉耶，但是我觉得左边比较强。左边啊，我就五刀加是闪回。世界树选起来，这样我一定很能撑。奈尔加赤钩白银剑。先选四费节奏吧，赤弓白银剑有点看右边。好，我真接下来不能再选大牌了，我要开始修曲线了。喂，我白帅潘是三位啊，完了，有两张妖精死翼者，可是有艾琳冰晶哎，冰晶家族一次满足，好哦，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幼的，我都要。好啦，我们这边继续，这个记忆之声到底比较强，还是妖精旋律啊？记忆之声吧。右边，嘿，你们都说右，然后我选左边，叔叔赞哦。新剑双子在 2B 格还蛮强的啊，是真的，真的不错。妖精的乐园对不对？自己回合结束时增加一张妖精在手中。哇哦，我们这边妖精十一者选起来，我们就妖精十一者疯狂走哈脸，强到炸！我们三张对控设计这怎么输？我们三张对控设计三张的妖精十一者，就一直用妖精的走哈脸就好了。星光精灵跟经济之争的组合包哎、欸，然后旁边右边是那个玫瑰皇后，这是一个斩杀手段哎、欸。好了，左边。他都组合包给我了，我还不选吗？我们这边选右边。来猜猜看，我今天会几胜？我们的红卡数一张，完美的精灵就一张。好大。牌好大哦！来，如果他很聪明的话，应该是更坏。如果他是聪明人的话，可是我也没得选择。哎呦，既然他被他拍，好，他聪明人。还有解一半呢。我是觉得不需要解一半啊，我原本还正想夸你聪明呢，全部两只换掉，我超难打。边看叔叔打打，边看叔叔台打大赛，果然有奇效。右手进饥饿进化吸血，直接脱离斩杀线，太强了吧！刚刚玩皇家有五场有四场的内战，然后对方是什么恶心的东西？这怎么赢？这什么东西？他怎么选那么多盾？拜托，左右两边喷一喷，拜托！哇，有机会。不过等等还是要比较偏难解一点点，
嗨，是晚上好。我这个，哎，这个节奏，哇哦！这放这么近。屁也是凡人，胡风吗？我想一下，妖精死一只，好啦好啦，胡风啊，太恶心了吧！为什么要换掉天赋射手？因为他跟妖狐一样都是四费节奏，我不想要拿两张四费节奏。那当然你也可以都留啊，然后我比较偏向想说他应该是会前面会铺开，所以我做闪点了。好，其实我不太想把进化点就为了挤掉他，可是现在就逼迫一定要解掉岩浆。很像不该多丢一只妖精，很像啊。不过如果我先丢也有好处，就是吸气也可以压。然后如果还没有填写那个非众回馈表单的，可以去填一下啊。如果你有符合资格，有报名五次以上的话，就可以去参加参与。我是觉得他手上是那个男人啊，你们看他那个进化点掐着，好难打哦，好难打哦。没什么那么恶心啊！世界树补起来，拉出闪杀血线吗？哎，这个进化点很讨厌，不是啊，这个 PP 树很讨厌，都是刚好差一 PP 可以下两张牌的这种情况，怎么那么大？我是觉得那一只是一定100%要解，然后前面没有留小妖精，他免费进化太爽了，我就要世界树。收回来我也没场面，但是我收回进化阿尔贝尔蹦蹦残血，宙斯！没对呢，没对呢，输掉路。神を超えるか。月収を犯したか。この你要你打你。输了，我没有东西可以解他。我知道我自己的牌库是什么。哎嘿，刷完就跑。
可以挡啦，可以挡是可以挡，但是我觉得没机会啊。那个一只每一只下，顶多就再撑一回合，就撑刚刚那一回合。我可以挨过利奥尼达每只虫子加能力吗？不是血能力力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血，哈哈，没有变形手段，没有 ，no。我这个有点像快腰啊，就我觉得最主要问题是起手太慢了，起手流四费进五费，然后前面又不知道在干嘛，前面没有拿到精灵之声，也没有拿到什么前面小妖精之类的。回馈日那天做工啊，那你可以找保留啊，保留保留起来，保留又是两三个月后的事了，超过分的那一种，我们全部还。找地费、精灵之神之类的东西，最好的情况下是精灵之神加对空射击。哇，又是皇家哎、欸，皇家是强无敌啊！给我右手，不行啊，我右手在我这啊，怎么给你？每个人右手是不一样的，这是与生俱来的。就像是如果你真的这世界上有特异能力啊，你也不能把你的特异能力给别人，除非那个特异能力是把你的特异能力可以给别人的特异能力，什么烂能力？好呆啊！不要、哦，走开哦 ！All for one， 特异能力篡夺，不要、哦，超怕！啊，现在没有准时岩浆还行，那个准时岩浆真的很扯。而我们现在的小金数量很像 OK 哦。啊，如果等等要想想，就是如果莱纳尔像是会爆牌，欸，有机会，我觉得啦，丢那个我们扣媒体啦，所以说我们摊一波，打一张补一张加一，加一变成八，再打一张八，可以。摊起来，摊起来！那个必杀不要理他了。叔叔有时候敌不动我不动的用意是什么啊？通常就遇到守护的时候才有可能你敌不动我不动吧？啊，不然就是你想要卡死别人场的时候，不然就是你觉得 这一回下这张也没有用，因为它有很好的爆冷强化效果。就会一起，你不动，我不动。比如说你7 PP 的时候，然后你手牌都是8费以上，然后你还有一张波塞顿，你不会想要打击走波塞顿，大概这样的概念吧。叔叔沙巴基瓦马德，オネノストンドダ。叔叔，你也要成为 Mewtwo 啊？那可能 Mewtwo 是完全不露脸的，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拟的形象。没有真人成为 YouTuber 了吧？因为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神秘感，你知道吗？就大家要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人的真面目到底怎样？到底是谁在他后面？要有这种感觉。不管了，我真的就是要铺满，然后再对空。对空。两只。用不完的妖精哎、欸！叔叔，你知道赤剑大师的由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斗剑大师。应该不少有人看过叔叔的脸吧？是个乐乐狗，你怎么可以判别得出来这是什么样的脸？这个是有什么根据吗？有什么英国报道研究显示吗？他真的要 卡死我全家？他到底是啊？哎、欸，其实我应该要下
禁止神跟他玩了，算了，反正我也不会缺妖精啊。完了，不小心要爆牌了。刚刚没有去设想到说我打禁止之声会发生什么后果。我刚刚应该真的是要把全部的妖精都送死，反正我跟真的不缺妖精啊，我真的不缺妖精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今天路上讲师没有出现啊。不要啊！你们要说也报一些无关紧要的吧。对空射击，有没有猜到？欸、其实我可以逼耶、欸，我决定我要逼他了，逼逼逼逼逼。逼逼就他就很开心丢利奥尼达，然后自杀。妹妹爆了吧？哎、欸，有人猜到哎、欸，千流猜到了。好卡哦！能力将右手摸到物品转变为想要的卡片，我可以把卡片转变成真人之类吗？我觉得很好啊。我还有一张妖精死役者啦，是不怕缺妖精，反而是我现在啊，就妖精死役者要赶快来，下一张妖精死役者赶快来，可以做压力，不然就是再一张的我们的新西亚赶快来，就是这样了。他直接这脸那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做出来。完美。有了。还顺便做压力。不要乱call什么吧，吧，巴巴罗萨。嗯哼，然后呢？乌勒阿尔贝尔，今天妖精死一折，完美。我们小夜人打出右手那一张，古墓可以打啊。我也可以讲啊，我知道啊，就只是打出右手那一张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追踪我，画面上也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点选观看。那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